顶上，用那个胭脂加点曙红吧，勾，勾出来一个。勾他的头看阴不阴，那叫阴了。好的，他的头，完了，这是身子，身子稍微侧一点的地方，从这块开始。再延长，延长。它的尾巴，让它长一点好看，应该直接烙去，直接画出去尾巴。尾巴有个小叉。用淡一点的，淡一点的，小点曙红就行。对了，肚这块稍微给它晕一下，接一下。行，不能让它深了，一深了就完了。那个翅膀也是用那个胭脂给它勾一下，把这个笔给它吸干的，不能让它太湿了。中锋啊，我用的是小红毛，用的小红毛笔。你就不能摸多了，多了就不行了，水多了就不行了。下边这个翅膀还有一个啊，
一点是有非有的，这样就可以，不能画太重。扫一扫，就这个翅膀啊，这样的。用干笔。可以把这个笔给它按扁了走。这个小的是那个呀，翅膀露出来一点。好。